这样吧，我已经压抑自己的光芒太久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拉克斯皮肤还在音效的呢。你别让我们给抠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千万别让我们给抠了，我不用你在这扭来扭去的，我看你能扭到哪去？我们五个人，我看你怎么扭，我不用在那扭。你能躲一个？你能躲五个？跟我俩还扭上来了，我们就瞎撇他都没有办法。哎，他都没有办法躲得掉，你知道吗？踢你一下 ，A 你一下 ，Q 你一下，呀，没打到。踢你一下。抠你一下，平 A， 哎，差一点点啊！哎呦，我这人不往后走。烧啊！光辉指引你，即使是此刻。拿不拿塔皮呢？来一层吧，他居然带的是盾，我没想到啊！我就说他凭什么在这里烧呢？其实我应该来个遗失的章节，不过我钱不够，我就只能来个小叔了。谁三个头了？一号拉克斯。炸平 A 重扣，你他妈给我走位来！哎，我就没明白，我搁塔下他老哎我干嘛？我就没明白，他说的是什么？是炸喽吧，还是战斗吧？交闪来，你不交闪我不带交扣的，你今天必须得先闪。哎，你不闪我不可能交扣。哎呀，他有盾，哎呀，他的盾怎么比点炎吸地好的快呀？上当了。让他装起来了，光这点东西照耀吧，行吧，照耀吧。
这不炉灯啊、哦？应该炉灯的哈。哎呀，我给忘了。对，拉克斯应该出炉灯的。哎，无所谓了。出完呢，别着急嘛。哎呦啊，真是挺能走位啊！今天你就练走位吧啊！我看你能躲几个。今天你就练走位吗？光临新勇气 ，Shut down。这回家也能出炉灯，完了我们这个可以出个啥呢？可以出一个女妖或者是沙漏都可以，我感觉出女妖应该行，毕竟卡莎你看这卡莎也能挡一下他，没控制出什么女妖，没控制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挡他技能啊，先来个法穿海，八级的破卡莎还搁中路给我插眼儿，看看大招能打多远啊，挺远，可以。不好意思啊，惊动了三郎。光会指引你，即使是此刻。带着闪亮的心，踏入战场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这你就不能怪我突袭了，兵不厌诈。哎呀，谁的狂风之力？好像换了一个卡莎，不是刚才那个了，他们换了一个。这狂风之力不知道是谁的，我看看啊，他叫个什么玩意儿了？他应该是那空白摸喽，空白摸了的 W 不行，我得一直跑，我要不一直跑，我 W 抬手了，他一个平 A 我就死了，明白没？先来个女妖。哎呦我操！平 A 啊，女妖，
那重抠，你给我减速，我看你妈拿走了，我重抠，打个红。中推吧，姐妹们，姐妹们，中推！这不全有大了吗？那扣中一个就给我一顿扣啊！装备呢？啊？装备呢？你在这跳什么玩意儿了？你跟我有什么好跳的呀？看谁他妈还敢在这跳？这怎么的呢？这是？哎呦，这还从后边来了，暴盾！给我推！今天你们就给我躲技能吧！来来来来来，一个一个上，来一个抠一个。走位，你那点小走位根本就不好使，没有用，你必定会中我们技能。你看呢，中一个看着没，就是这种下场。有没有扣姐妹们，扣呢姐妹们，他们一顿穿呀，那开始扣的，那谁敢动，还走位啊，走位，拿下，眼睛都看花了，谁不好使，可以回家了要不技能没中，没中就算了吧，饶他们一命，回家了，姐妹们。我那天做梦，你们知道我梦着啥了？我梦着，我老叫你们家人们。我说家人们，然后被人发现了，给我封杀了。所以我也不敢叫你们家人们了。重抠。重抠，推，不要没抠中人就放大，姐妹们，啊，知道吧？不要没抠中人就放大，给我抠他！我看你走位有多好啊！走位确实不错啊，四个拉克斯他居然都能躲开，不敢单。哎呀，擦！你给我死！走位，姐妹们，这技能撇的有点瑕疵啊！给我杀！
还是炸死了一个啊，可以接受。我们玩好了，其实能越权的啊，但是这样不太好，算了吧，溜了，太狂了，关键是这卡莎确实有点狂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？美甲窃魂卷那就不要了，这个十层就留着吧。我来个猫的，这皮肤确实挺少女的哈，猛男必备呀、啊。挺狂啊这！确实有点狂啊！哎呦我天哪！这属实是有点狠了啊！这属实是有点狠了啊！姐妹们，薛飞是有点过分了啊！不过我说实话是挺好玩，咱这是没什么素质，兄弟们，是不是素质不行？这样不太好吧？关键这卡莎确实有点狂，啊，确实是有点狂，他确实是有点，这怎么有个姐妹，怎么回事？跟我俩在这金身，金身好使吗？好使。撤了，姐妹们。扣他，扣他，姐妹们，给我噎死他。哎呀我靠，终极闪光，我先来个小盾牌，他不敢上，没事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来个盾没抠出来，来个猫的。哎，这拉克斯确实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技能不太重。拉克斯跟莫甘娜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吧，拉克斯跟莫甘娜，但我觉得拉克斯比莫甘娜厉害一点。铁男能打拉克斯吗？不知道哎。光辉指引你，泽拉斯控制技能不够稳定啊。泽拉斯的控制技能不厉害，那个E技能不算特别厉害。整个机器人，这整不了了，这已经5:50了。这还咋整机器人啊？